腿力真的是很厉害啊。我们看刚才这一口缸是我们四位大侠拖起来的，这个灯记确实是我们中国传统杂技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表演项目。从材质上看，好像是一口大铁缸啊。接下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有大侠要进到缸里面。没有，他应该是要把缸瞬间顶正。哦哦，哦，还可以这样转。挑战成功。